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美好的新年祝福。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，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。每个人都不容易。目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，仍是吃劲儿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坚韧不拔努力，曙光就在前头，大家再加把劲儿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团结就是胜利。疫情发生以来，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，坚持科学精准防控，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，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Is very concerned over the evolving situation in China.